关注陈赫的粉丝都了解，从跑男第一季到第五季，陈赫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一直在长胖的路上没有休息过，就连帅脸都大了一个 size。在奔跑吧中还经常被邓超和郑恺调侃，但是在今天他微博晒出的照片中，他与岳云鹏同框，网友竟说跟岳岳一比，感觉陈赫真的瘦了。从陈赫发出的照片来看，他应该是和岳云鹏一起上某综艺节目，两人都穿着长袍大褂，看起来有点像是说相声。难道两人要合作说相声或者是演小品？照片中陈赫一脸鄙视看着夏月月扎马步，旁边的大张伟拿着琵琶在看戏，感觉他们三个凑在一起一定超级搞笑。在微博中，陈赫非常直接，平时锻炼多重要看到了吧，是不是这是在嘲笑人家小月月不锻炼吗？那你自己呢？小心跑男团的兄弟们组团过来嘲笑你，要你多锻炼。其实小编觉得陈赫看起来其实跟岳云鹏身材差不多，只不过是因为岳云鹏的脸肉比较多，脸看起来比较圆，但是陈赫是脸就硬朗一点，脸型比较显脸小，看起来比较瘦。从两人的照片中看，其实腰身和肩膀的宽度都差别不多。你们觉得陈赫真的瘦了吗？或者说他真的比小岳岳瘦很多？